那这个啊，里面呢有附六支的特殊彩绘笔哦，然后还有六页的绘画板。然后它这个呢是透明描图板，然后搭配描图纸，它可以就是可以简单的画出可爱的安保哦，可以。然后这个笔呢画上去呢是可以用湿纸巾就擦掉哦，所以可以重复的使用，非常的环保。那我们就开始画给大家看喽。然后开起来呢，就像这样子。这边有一个魔鬼毡，是玻璃的哦，就是可以简单的给它收纳起来，不会凌乱哦。那我们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它这个画板是黑色的，然后还有白色的，就黑白。然后后面的有描图纸，描图纸都在收在这边。这边有做一个口袋的造型。然后这个笔啊、纸啊都可以放在这边。就是笔很好收纳，然后它拿出来啊，有六种不同颜色的彩色笔，然后还有图画纸、描图纸，这是安保的，这个是玻璃的，讲错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玻璃，然后还有安保，还有若依，还有 Harry， 还蛮多种的嘞，好可爱哦、喔，你看，还有熊熊哎，还有太阳。还有这个是棒棒糖啊，棒棒糖还有恐龙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看还有彩虹啊，可以画彩虹哎、欸。那我们就开始来画喽。然后它这个描图纸呢，你就把它放在下面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可以对着它画哦。妹妹你会画吗？哇，不会哦、喔，不然妈咪画一个给你看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来画一个这个爱心好不好？就这样照着这样子画，哇，你看。那爱心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爱心有没有？爱心就出来了。然后我再来画个这个好不好？这个是小花吗？这样子，就照着它这样子描，这样子。哇，你看，妈咪的花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把它拿走，自己就有了呢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就出现在这里啦。啊，给你画好不好？好，妹妹换妹妹画咯，换妹妹画，加油！妹妹不会吼，妹妹还太小，不会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自己画，看你要画哪一个，你画她的眼睛好不好？啊？描描她的眼睛啊。你要画鼻子哦，好，你画。哇，怎么是这样子？你要画一个圈圈啊？怎么是画这样子嘞？哦，妹妹太逊了，妹妹还太小，她还不会画。完成了吗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那怎么哦在那边？好好笑哦。这是妹妹画的安保，她把描图纸拿来画了。妹妹，你会画吗？那你继续画咯。跟大家说什么？